第34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主持人在今天正式曝光，将会由创作才子韦礼安来担任。对于首度挑战主持大型典礼，韦礼安表示，金曲奖对他意义重大，只要可以为华语音乐贡献，都会尽力而为，也会同步和主持前辈们来讨教经验。另外，星光大道主持人部分，则是由去年深获好评的陈明珠、新手新生代主持人黄伟晋共同担任。